主，我哋尊崇你，主你系耶稣基督，你系教会嘅元首。主今日愿意你今日亲自嚟到去掌权。主我哋尊崇你，我哋敬拜你，我哋赞美你。主愿意你悦纳我哋喺你嘅面前。多谢你主，我哋咁样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。Amen。早晨，各位嘅幼儿、儿童、青年人、成年人，早晨。早晨。哈利路亚。今日咧系我哋合堂嘅庆典，可以俾啲激情对主嘅爱、渴慕嚟到佢嘅面前，嚟到敬拜赞美我哋嘅主人咧，因为佢配得。Amen。相信咧，今日呢个合一嘅恩膏要临到我哋嘅当中，当我哋咧一切嚟到敬拜佢，让我哋一齐扬声欢迎我哋嘅主。哈利路亚。Amen。姐妹预备好一起敬拜未？ Amen， Hallelujah， 主的恩膏今天要充满这里，如春雨的降落来这里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感受到这一份美妙的恩典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有动作的，你一起做好不好？来啦，因为正晓伴正晓伴正因为正晓伴就如春雨，因为正晓伴正晓伴我灵深处，俾啲信心好啊！因为正晓伴正晓伴正晓伴，因为正晓伴就如春雨，因为正晓伴正晓伴我灵深处。嘿吼，嘿吼，我已得你怜悯，嘿吼，没有主恩。Thank you.
最大最大的掌声给我们主。哈利路亚，主你是配得，耶稣你是配得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耶稣你是配得，耶稣你是配得，耶稣你是配得，一切的赞美，一切的掌声，极大的掌声都要来呈现给你。主你恩惠呢，就是对我们无微不至。主你的恩惠呢，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。何等的奇妙的大爱啊，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今天你看我，使我们每个人呢遇见你，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开启，能够见到你。主，我们呼求你，让我们每一个的心灵都要来到敞开，见到你，并要呢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，让我们可以同心来敬拜你。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尊贵名字获赏赏，更可因主尊贵名字得拯救。感谢主，更可因主尊贵名字我得新生命，更可因主尊贵名。神，你是圣洁的，让我们有罪不能见你。因主耶稣基督你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的罪，今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能得洁净，能得开眼，可以仰望主，可以呼叫你为阿爸天父。我们同心地去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拉拉沙，感谢你宝贵的恩典。有人因为觉得罪的结果呢，觉得是没办法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，是罪恶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捆绑
住你好长嘅时间，都系主对你讲说话嘅，圣灵嚟要俾你知道你嘅罪，使到你可以悔改。你悔改嘅时候，神系神，神公义会系赦免你一切嘅罪，而且会洁净你一切嘅不义。好似大人大卫犯罪之后，佢咁非常嘅忏悔，佢咁样祷告主话：靠你在我里面作个清洁嘅心，主啊，你不要纪念我嘅罪。主俾个应许你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主杀到你嘅罪离你多远，佢又系赦免你，又清洁你。每一个人要明白，我哋系被称为义，能够系恩赐到神嘅面前，冇恐惧。正如圣经咁样话呢，我哋可以冇惧怕，系入到神嘅施恩嘅宝座，得到随时嘅帮助，随时嘅怜恤。因为主系佢嘅宝血系洁净你，系赦免你，你唔觉得你系失败嘅，因为主拣选你，佢要你成为佢嘅儿女，佢要成为佢嘅仆人，佢嘅侍女，佢要使用你。魔鬼要定你的罪，但是主说你已经得到赦免。正要是凡奸人被捉拿那妇人的时候，当很多人要定他的罪，要批评他的时候，耶稣都指责他们的。跟着呢，他们离开之后，他就问他有哪个定你的罪。没有啊，我都不定你的罪，你从今以后都不要再犯罪。今天主他不会是审判，他会赦免的，他不会是消灭你，他会拯救你，他不会是放弃你，他会拥护你。因为主是你的身旁的，主不会离弃你。你虽然你行错踏错，但是主依然是爱你，拣选你，他为你而死，他会使用你。所以你要到神的面前要满心赞美主，因为他是赦免你的罪，他是洁净你的罪的神。这个神是真实的神。阿们。是主，他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不单止要使我们得拯救，也都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。是主，他说靠住他是我们能够得胜。是啊，所以主佢今日要鼓励我哋，要咧将下垂嘅腿、发酸嘅腿、下垂嘅手再次嘅挺直起嚟。是啊，即使你曾经软弱跌倒，但系主佢话今日当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嘅时候，佢要再次用佢嘅圣灵充满我哋，使到我哋能够被佢圣洁所充满啊，使到我能够被佢嘅真理、佢嘅话语所充满啊。主佢话佢今日洁净我哋嘅罪，唔单止要赦免我哋，更加要使到我哋有得着胜过一切罪恶的能力啊！系啊，我哋能够成为得胜者啊，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、一切的引诱、一切的攻击、一切的试探、一切的控诉。所以主佢话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系啊，你要高举主的十字架，要高举神的真理。当你呼求佢的日子，佢就嚟拯救你，亦都要使你得胜，得胜又得胜。多谢你主。主是信实，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要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的教会就是被分辨为圣，被呼召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。他要他的教会成为得胜者，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。让我们继续来到开口来到呼求主，主我们要经历你的得胜，跟着主圣灵给你的充满。
咧要咧倾到我哋嘅所有。主啊，你圣经里边讲咧，我哋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嘅去爱你。主，我哋今日咧好想深深嘅爱你，好想咧我哋生命咧只系渴望你，被你爱所满足。主啊，你俾我哋一个咧毫无保留，就好似咧你咧十字架嘅爱，嗰个牺牲嘅爱，嗰个无条件嘅爱一样。主啊，我哋今日都好想将呢份爱倾到俾你。主，好想将我哋咧嘅全人全心，将我哋有余嘅，我哋有仅有嘅，我哋献上俾你。主啊，你悦纳我哋。主啊，你悦纳我哋。Thank you.
主耶稣，我哋爱你。主，我哋喺度聚集嘅时候，我哋只有一个嘅原因，因着耶稣基督你嘅爱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因为我哋有同一个嘅主，同一个嘅信，就系耶稣基督你嘅里面。主，我哋好多谢你，多谢你你呼召你嘅教会从你嘅黑暗进入光明嘅里面。多谢你呼召我哋喺呢度嘅每一位，以致我哋嘅生命得以改变，得以自由，得以得胜，系因着你嘅爱。主，我哋能够跨嘅只系耶稣基督你同埋你嘅十字架。阿门。系主，我哋好多谢你，愿意将一切嘅荣耀、一切嘅颂赞都归俾你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将最大掌声归俾我哋嘅主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